今天是礼拜六，然后我们住的下面有市集耶，有在卖水果，然后一些生活用品。欧洲好多这种小小的车哦。来呀！我帮你排。你们来玩吗？我们来玩。谢谢。谢谢呢。玩的开心。拜拜。了吧，我们现在要来中央车站找一个，这边好像有美食广场。这个食物广场就在中央车站里面。这里很多人哎，这就像一条美食街。这里有好多披萨。他人好，他一直想要我们试吃。这里也很多甜点店，我买了一个，它上面写说这是拉面，就来是很像乌龙面，然后闻起来应该是，我觉得是炸酱面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麻酱炸酱，对，麻酱炸酱，然后它的面好很粗，好咸哦，好辣。还好是我吃，因为我吃很咸。然后陈心刚点的那个肉好吃吗？就是呢。谢轩点的是意大利面，然后我们刚刚又再点了一个这个，中间是 cheese 跟火腿，我觉得里面烫烫的蛮好吃。我们现在要来买这个大胖面包，我们点了一个大胖面包跟一个蛋糕。好冷，我要到太阳下。今天早上他们跟我说外面很热，回来的时候原本穿长袖，然后都流汗，然后我就换了一件无袖的衣服，想说继续烤我的面包。结果现在好冷哦。除了电动滑板车，他们也有很多那种像 U bike 的。我们又来了，第三天，我们又来这里。今天礼拜六，感觉人更多哎。米兰大教堂登顶门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这里现场排队。这里搭电梯。它就是一个方向，你就照着走。哇！可以从上面看，上面那个顶端都是一个人，然后总共有135个人。哇，最上面啊，好可惜在整修。这个好滑哦，一不小心会滑下去。这地板真的很滑哎，感觉会有人跌下去。这间排好多人哦，我们又来买这个冰淇淋了。那柠檬跟橘子哎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橘子好吃。我们一直重复一样的行程哎，我们又来这间。哇！我觉得巧克力的好难吃哦，很像没有熟的饼干。有双胞胎味吧，有但不油。那巧克力怎么包在里面？感觉会很好吃。对呀，巧克力就很像一整个没有熟的饼干，巧克力很粉。对。
这间是诚心爱的香水店，挤一下，然后在这里闻。快天黑耶，现在颜色好特别。感觉很多人推荐耶。今天晚餐在我们民宿下面的餐厅随便点的，然后老板说，老板刚刚跟我说这个饺子是他妈妈研发的，因为我喜欢吃番茄口味，我看图片还不错，吃起来里面感觉是有鱼的味道。电梯按钮超复古的啊。